Law enforcement has made some serious jumps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main one is optic-ready pistols. 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is an industry leader in the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y. Agencies are requiring their officers to be more accurate when it comes time to deliver deadly force onto a suspect. The selection process that was conducted by 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was a very rigorous testing process. The total number of rounds fired through each gun was 22,500. Of that total amount, the FN-509 MRDLE had no malfunctions. The firearm has been put through a very rigorous testing process. Started out with a 3,000 round endurance test. Guns were subjected to water, sand, dirt, mud. We came through that testing process with no malfunctions. This is the best duty rated pistol designed by police officers for police officers.大家好，开心哥。那回到了美国，那不是那么的开心，因为不是在德州啊，那来到了 LA， 啊，我就想到给大家拍一期这样子的内容啊，因为天天看2011，天天看格洛克你也看腻了，对不对？啊，口音转换一下啊，今天我们就竖屏了，是吧？大家手机看这个距离近一点，啊，我就想起来我们消失的509 GBP， 是吧？你看这个 LAPD， 哎呀。 This place looks how I feel. This is a bit of DLC. Needs to be put out of this. Keep sticking a fresh coat of paint on it. 我们各位哈 ，Airsoft LAPD 的警官，我们的509 GBP 在哪里？我们这里用消失的 GBP， 意思是它出现过，啊，它又消失了。大家看一下2023年的 IWA， 啊，23年1月份的，啊，在欧洲。 啊，赛博干，是吧？他不干了，那个赛博干。23年，他去年展出过509两只原型，一只 4.5 毫米的点幺七七的，一只6毫米的，那就点24的跟我们比较近了。啊，两只原型虽然都是 CO2 的，但是他又特别拿出来6毫米那个弹匣，是标准弹匣，不是一支棍那种，这就已经相当 OK 了。他当时说的非常好啊，年底发售，啊，明年指的就24年，就他们会搞这个带红点镜的版本，就是带这个 Optic Ready。 哎，结果24年的 IWA 上面哈，一年之后的也是1月份没了，消失了509没展出。哎呀，这个当时伤心啊，是吧？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业务调整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后来 Cybergun 不干了嘛，他是2024年6月份还是7月份卖给这个EMG了，民用部门啊。我就说他明年25年他这个 Cybergun 展台还是有的，但是只有应该是只有军用那个部门了啊，真铁的可能是。 那民用这边估计是 EMG 啊接手啊，还是怎么样的？啊，现在那套原型啊，那套模具是不是锁在哪个总经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还是说它就是黄了？这个只能看明年了。就是今天我们拍什么？就是给它拍这个 FNS9。啊，玩具上这一只还是有了，好吧？今天这造型有点专业啊，双持啊，两块手表都给你戴上，是吧？这边是，刚才那是带灯的啊，这边这个是标准版的。 这个就是真顶上已经停产了，啊，它的下一代应该就是509，是它的就是属于下一代那种感觉啊，更现代。那这只玩具上目前还是有的，这个是 VFC 做的。哦，打起来这个感觉啊，我们来体验一波，从容的体验一波。哎，你一个练 dry fire， 啊 ，IPSC short timer， 这个现在淘宝上有老哥，不是淘宝 ，B 站上有老哥做了汉化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山寨 Iron Sight。 有没有？淘宝上冲了没有？很卷啊，现在。哎呦！
是吧？非常真实，首发吊弹夹，这个 VPG 也有嘛？好，还是 Dryfire 的，哇，超级扎实，怎么样？找那个锤子啊，锤子梆梆梆，它就 F39 啊，跟509比啊，其实参数啊，数据上啊，就是外形啊，长度、高度、宽度非常非常接近啊，所以你可以预期什么？手感上，尤其是这个握把的角度啊，也是一致的。它是 Glock， 如果是 Glock 19的话呢，它是会倾角会大一点。哎，所以手感上你可以预期，你打起来以后跟之后的509啊，应该是比较接近。当然是设计上的元素有点不同啊，它没有这条线，这个线条，那就是你第一人称你一上手望出去的那个感觉，是吧？那你开玩笑，咱们这种玩具摸的也多了，是吧？你没见过猪跑呀，还没吃过猪肉，是吧？这不是反着说啊，你在城市中生活到这个死死森林，你有机会见到猪跑吗？你每天吃猪肉，你也见不到猪跑啊，是吧？好，再看一下这个啊，它这个版本，我们呢，因为现在我们要讲一下导轨，特别是什么这个导轨槽的长度，这里是四格的，你看到跟509啊也是一样长，前面啊，这个 trigger guard 这个样式也是这种圆的，这边只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你要像上一些战术灯啊，什么这个配件的啊，你预期那个安装的那个体验应该是差不多。啊，应该是差不多，但是它就没有这个不能装红点镜了。啊，弹夹这个也是双边的，弹夹释放。啊，它也是双边空挂的，但是它其实空挂磨损的还是在这边的滑套上。它这个整体拉起来的感觉啊，是跟这个跟谁比较像啊 ？MNP9 应该这么说 ，VFC 就是啥、啊？V 社有39，39一出手就只有没有，好拿39 ，VP9 ，F39 ，MMP9， 这三只你必入了，各位老哥，啊，你体验 VFC 非常具有 VFC V 社早期特色的，那就是这39，你挨个体验一遍吧，这后坐力还是不错的，后坐力是邦邦邦的那种啊，跟 VP9 我觉得有点像，啊、有点像，这一脉相承哈 ，MMP9， 他看这个拉开这个后定啊，行程是不错的。但是外管呢、啊，好像这点上也是这么细哈、啊，它比 Glock 19还细一点。我给大家找一只 WE 的啊，稍等一下。还就是这只，这个放到胯下了，有点不专业啊。啊 ，WE 这个，你看这个这是粗一点的嘛？哎，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有那种叫什么偏移闭锁还原的话，就是上翘了一点，这点上是有的，但是这个玩具上啊。它就没有做出来，这个是平的，啊，大家看一下，啊，后面这个握片是可以换的，啊，这个你好像是掰开然后再滑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嗯，装灯的话呢，提示一下就是什么，如果你是装 TLR1 啊 X300 啊，它就会长出一截前面，啊，不太好看。比较大台啊，比较大台，它适合装一些紧凑型尺寸的灯，像 TLR7 啊，或者是 APLC， 哎呀，你像这些灯都是 OK。那这个灯有个好处呢，它是可以用 TLR1 的 holster 啊，这个是 Blackhawk 那个 holster， 啊，有个下针板，它就锁不住，但是它没什么晃动啊，啊，这就变成 Level 2变成 Level 1了，啊，另外来说呢，它这是裸奔版啊。这个裸奔版可以用这种，哎，19专用的 holster， 这个是19 IWB IOW 都可以用的，啊，没有任何虚伪的，也是通用的。你看，怼到头了，啊，你放在裤腰带里面，或者是放在外面，换两边这个扣具就行了，是吧？你 G19 的 holster 你可以用，再准确的说一点啊。跟 G45 啊 G19X 啊，大家看到啊，这个是滑套的一个长度，再看一下后握把的这个长度啊，它都是真点上都是17发的弹夹， F39 17发啊， F509 也是17发啊，当然509还有很多变种啊，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帮大家种草这个 F39 啊，其实509如果你想体验呢、啊，最快的方式啊，去这个 R 温里面，好，严阵以待。现在不是1.0
更新的这个 DLC 版嘛。就是我开头为什么要给大家放一段它真谛城那个影片啊，它没往 YouTube 上发。啊，没往 YouTube 上发，它自己官网那个什么说非常慢啊，都去挂了个帖子把它下载回来。啊，你看这个17的 host, 是吧，它都可以用。哎，这个手感上确实不错啊。它这个拿出来非常趁手。它下面是没有弹匣，为什么没有弹匣，是吧，它都是不带弹匣的。啊，小拇指这块这个支撑啊，这块它也有。哎呀，这个感觉还是很舒服的啊，很舒服。你喜欢19的老哥，好吧，这只你就不能错过。因为像19呢，大家知道它是这个 NYPD 他们都是标配嘛，但好像芝加哥跟洛杉矶他们好不太一样，他不是有一个清单啊，就是你给你一个清单，你可以自己选，也不叫自己选，就他们意思是，不是我 LAPD 我大概知道，你警校一开始就给你配一把啊，然后就干到你退休为止嘛。你也可以申请自己去换啊，有一个清单，但是你要自费啊，自费去买啊。然后你要重新换的话，你要去参加考试啊，培训，而且好像还蛮严格的。你像你这种啊，你装个灯，你要去上课啊；你装个红点镜，你又要去上课。你得去上课，就培训之后有了那个资质，你才能用啊。要不你这个 duty gun 你是不可以随便，你知道加那些东西的啊。啊，你要换了一只的话，你又得重新再来一遍。你这个一般人的话，可能你没有这个心理，是吧？在搞这么多节外生枝的事情啊，所以他们这个应该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换了，我估计是21年以后吧，那22年他们这个已经什么第一批已经到了，可能是警校开始就给你配这个，你就是照用这个去啊去培训还是怎么样的，大概是感觉是这样哈。我就是看了一些资料啊，看了一个这个清单了哈，看了一下他那个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油管上有一个华裔的一个警官，他是洛杉矶的，他是不是陈警官，警察说那个频道，大家要感兴趣可以看一看，虽然他上一次更新已经是8个月前了，哎，但是就了解一下吧。啊 ,509, 啊 ,509, 最快的体验就是R1严阵以待。啊，大家去看看这个模组啦，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下一个模组回来在游戏里面啊也去体验一下。希望这就是说玩具上还有玩具上 GBB 我们各位是吧，这个洛城 Airsoft 警官也尽早可以玩到509 GBB, 好吧，就是这样一期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订阅分点赞，我是戴俊，感谢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